今日做 market research 的时阵，想到我真久无去 massage 了。临别花车来到最熟悉的 Golden Mall， 按摩之前一定要拜一拜，可以拄到 sexy 的查甫。带着临别的 Swarovski 的 Casio 手表，去找我的 regular 按摩院的69号。娘妈，按摩店外面一年年年的 V 在做 part time， 给他看到临别就要丢干了。幸好林北当过兵啊，我有学过 tactical movement。现在林北懂，政府要我们当兵是为我们好啊。想到林北69号，每次都会用林北 favorite cream 帮我洗白白。按摩的时阵，还故意帮半粒，轻轻抚摸林北的皮肤。按我大腿的时候，我们每次都会 stand up for Singapore。 我的 favorite 还是他拿这个蛇粉的 spray， 一边喷一边撸。这款 service 哪里找？但是妈妈讲她今天生病了，帮我安排一个新的。看你呢，林北是不是拜神上不够香？他林北做 facial 是用转 screw 的物件。娘妈她这样按摩，以前一定是在 Black Dog 做面包的。她叫我转过来，脱下林北地裤的时阵，我记得我妈妈讲的话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。她跟林北讲，这招叫做 Golden Mouth 无影手，是失传已久的功夫。林北最后还是败在了他的 Golden Mouth。无影手，唉，阿贝按一个摩容易吗？其实我们要的按摩很简单，只是有一个短黑布，会海底捞月，蚂蚁上树，就好了啊。